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周银河新势力张栋梁。那今天终于可以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就是这一张啊，对，没错。其实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当然除了它是第一张专辑之外呢，我带着这一张专辑其实已经宣传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从马来西亚先出发，然后到新加坡，然后到内地，然后到香港，那今天终于来到台湾，这整个时间其实差不多为期了2年，所以才会有一张这样的专辑，就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收了17首歌。那其实17首歌当中，其实包括我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发过的一些单曲啦、一些 EP 啦，还有一些专辑做的一个精选，然后再加上一些新歌，所以第一张专辑就有17个 track， 那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那其实这张专辑想带给人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其实就是非常简单，我觉得真的如果你用简单这个字来形容这张专辑，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当初的方向就是想做一张非常舒服的、没有压力的，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哎，非常自在的一张专辑。所以像大家可以听到我第一波主打《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就非常清新的。那到第二波的时候就《寂寞边界》，虽然它其实算是蛮重的一首情歌，但是其实我们在演绎的方式跟整个编曲搭上去之后，给人的感觉其实并没有去到那么的边界。然后再来到后面陆陆续几波啊，我真的以为啦，然后 Dream 啦，再到后面的歌曲，我都觉得是非常的朗朗上口的。那也造就了今天大家其实在 KTV 都还蛮喜欢点我的歌的，谢谢。然后铃声打铃啦，都还蛮支持的，所以谢谢大家对这张专辑的支持。那反正我觉得这张专辑还是有很多大家可能还没分享到的一些片段，像包括录音过程啦，还有可能在拍照拍 MV 的过程，其实都蛮有趣的。像我这个封面啊，其实这张专辑我就拍了三次了，就是马来西亚一次，新加坡一次，内地一次，然后现在台湾一次。然后很多的 MV， 像当你我拍了2次，寂寞边界我也拍了2次，我真的以为我也拍了2次。那我觉得这样的经验是比较有趣，因为可能很多歌手就一张专辑就只做一次的工作，但是我做了超过4次5次。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其实新人奖还拿了几次，那在马来西亚拿一次，然后新加坡还没，然后在香港也拿一次。那我觉得这样的经验是我比较特别的，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咯。那先简单的这样介绍我的专辑，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去唱片行买一张，那就可以听听看这2年我们的心血跟一些付出。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觉得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我来让寂寞辩解爱意世界线。
这些难言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面对背叛又了解还是了解，寂寞边界伤心人我来到寂寞边界，爱已世界心在淌这些难言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面对背叛又了解还是了解，寂寞边界伤心人还有谁。但他制造的回忆也珍贵，你
却不干脆，我真的以为爱给双倍，未来不管错对，但你说爱我却不够绝对，还会想见他，却还要我跟随，告诉我爱怎能这样的分配。Yeah.